有任何人，我再警告你一次，任何人有任何意见可以提，我们是法治社会，没有问题啊，提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提，好吧？现在是抗疫时期，如果你不愿意帮忙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能捣乱。我们公安机关，好吧，不仅要全力帮助居民，要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和治安问题，更要维护法治。你现在一个人站在这边，不仅自己过来提意见，还煽动他人一起聚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的诉求根本不会因为你到了居委会就能解决得了，听得明白吧？这句话我来问啊。这次的抗疫物资是由国家政府统一安协调发放，各个居委确实会有差异，我们不得不承认街道在协调的过程当中，他没有办法完全把控每一次来的批量东西数目细节明确，没有办法做到，因为要考虑到物流人员吞吐量，好吧，有很多问题要考虑到的。现在居委会能做的就是尽量跟街道这边进行协调。我再明确的告诉你，居委主任和书记一直在为大家解决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，好吧？不惜已经跟相应的街道的领导已经掏过台子了，好吧？领导也承诺尽快给我们丽都城的居委，好吧？不要挑事情，好吧？刚才一个我已经依法进行传唤了。我跟你讲，保持安全距离啊，好吧？喂，你说的全部对的，听得明白吧？刚才我已经在那个路口告知过你一次了，叫你赶紧回去。你当时答应我，你说我现在回去行了。那么我现在问你，你又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？所有你们刚才在群里的言论，我们公安机关全部进行录音录像和保留的，好吧？你疫情，上海完全是控制得住的，15天之后，最多了，对吧？不会超过15天，完全能够控制得住的，大家回能回到如初。那么我现在问你，15天之后，你考虑过你自己的人生吗？你想要在你的人生上面留污点吗？如果你有力气，如果你吃饱了撑的，你可以大家跟大家一起在做志愿者，没问题的，为大家服务。但是你品德高尚，但是不要聚，先笑叫嚣的让大家来聚集，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好吧？如果说你待在这里，居委会能够东西能够从天而降，我告诉你，我第一个帮你站在这里一起喊，有用吗呢？哎，警察同志，还能走。好吧，不是教育教育，人家还是出发点为居民，你看什么？不是的，出发点为居民，这是完全两个概念，先生，这是两个概念。好吧，你看全部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如果说是谁有想法，谁要帮助大家，没关系，你们打12345，居家做任何事情都是合理合法的，我们都是赞成的。不仅我们更需要让上面的领导也听到我们丽都城需要物资的声音，这个没问题的。但是在群里面挑唆大家一起全部到居委会来闹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行为绝对是违法的。而且我再明确的告诉你，对吧？有人在群里喊说肯定是阴性的，怎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人能保证我们丽都城现在所有人全部都是阴性的。你为人家一家老小考虑过吧？如果谁在这次聚集过程当中他不小心感染了病毒，你考虑过他家的一家老小吧？你考虑过他的将来吧？这么自私的，你叫人家出来的，啊？你凭什么保证所有的丽都城的人全都是阴性啊？就你刚才这些行为，我明确在此以警察的身份传唤你，请你跟我到派出所配合调查。好吧，其他先生回去了，好吧，回去了，好吧。居委街道都在调解这个事情，大家回到自己家里去。我再赶过来，再看到谁还在这里，我不照样不客气了啊。国家会给你发的呀，什么事情？你巨婴啊，你几岁了？你小孩子啊，你要成年人来照顾啊。没有吃那么省一点了，减肥了，你长那么胖。哎，
工资你什么工资啊？你长得是比我胖不啦？又是一遍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比我胖。第三遍，第四遍也是这样。我先走，录音录像随你录。录音录像，没事的，来长得跟真的一样。警队刚才发通知给我们了，不是市局警航队发通知给我们了，说我们这边人员聚集啊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然后因为我好像没有看到好，这这嗯菜是啥么子？么子伊拉闹事了才发菜啊！是的呀，我跟他们解释过，没有用。因为问题，我因为啥么子？后头讲因为么子在没配齐，所以现在配下来，但是又讲来了一部分没全部到，所以稍微辰光。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的是两件事情，书记你不要有好。他要执法聚集。我执法的是他们挑唆人家聚集的事情，不是说物资到不到位的事情。物资到不到位，接到统一执法调配的，没有人能够做得了。兄弟，等到上去捞到小鱼哦，侬再有事你们跑，好吧？到现在拎不起，好吧？你接着拍，你有兴趣你拍啊？你看看现在是什么调头，现在是什么风头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我不跟你多讲，好吧？你自己考量。刚才那个人已经带了，好吧？下面就是你看着办，要去吧。书记没来之前，我给你机会。好好讲，不然书记讲了我帮你留，好吧？你要是觉得自己没问题，进得起巧说，进得起茶，刚才的视频当中、录音当中没有你的东西，你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给我待着，我叫你退过来。我站着呢，现在跟我讲删掉，啊？吃这么饱啊你啊？家里没吃的？啊？你叫所有，你看看人家在干什么？你看看人家住一。那个叫什么志愿者在干什么？你看看你在干什么？啊？你不怕你把口罩摘掉？你不都阴性吗？你把口罩摘掉？你摘了？你敢不敢摘？问你啊，敢不敢摘口罩？问你啊，啊？回答！不敢你挑人家干什么？兄弟啊，你自己不敢戴口罩，你叫人家这么多人一起来聚集啊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人家生死你不管了？啊，就你吃东西要紧了？我说你胖，我说你比我胖，你还不服气了？啊，我对你人身攻击啊！胖是外表形状描述，是客观事实，还人身攻击啊？啊，你懂不懂啊你？不懂你跳什么跳？跳那么高干什么？啊？刚才一个还是事业单位的，你呢？你哪个单位的？兄弟，哪个单位的？我问你。啊？回答我。物业。哪个物业？万科物业。万科物业。同样通报你们上级单位，你看看，一样是物业的，干成什么样？十几天没回家了。你看我们物业经理，16天没回家了。你物业，你闲在家里，你就闹事情。啊？自由呗，闲得慌是吧？哎，被副总啊，工作无所谓是吧？啊？还没过来，有条什么？哎，对对，他报案的因素，市局下报了是吧？啥情况啊？就是这样子，居委发配的物资。是有先后的嘛，那么我们丽都城呢能发配的物资呢，就是说没有达到居民的预期，那么部分居民呢问到居委会去要说法，那么要说法呢没关系，就是说你正常打电话或者咨询或者你去问没关系，因为现在是风控时期，那么部分人员呢在群里面组了个群，挑唆他们要聚集，要到居委去闹事，要讨要去说法啊，那么现在我因为当时就已经在现场了，因为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已经在现场了，那么对他们进行依法告知，并且其中两个条件的人我决定，领导都已经知道了。刚才市局
对，刚才市级警航队飞越我们那个辖区的时候，已经跟我们通报这个事情了啊。对。你加一下，三个片区在450的有吧？啊，个人信息我带进来，好吧，我人带进来。好好，嗯，好了，啊，想帮你都没机会了啊！市局警方队早就通报我们指挥处了。指挥室啊。啊，加我终于啊，3286再来一个，对，刚刚带走一个，再带走一个，好，行，麻烦了啊，好，好吧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几十天，那你有饭吃。门口会进来，好吧。本来一桩小事情，我已经电话给你们几个跳进的人都打了，叫你们不要来了，拎得清吧，还拎不清，拼了命的还记得呢。刚才警航队直升飞机飞过，都看得到我们这些人员聚集的。你以为上海这次抗议是开玩笑的？我们面临的是比武汉更严峻的考验。啊？大家都在干嘛？你看看人家在干嘛？你再看看你在干嘛？花胖也是自家好单位啊，万科也算是民营企业当中比较不错的。我相信你能进到这个单位也是不容易的，对吧？每个月的收入也比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人都要稳定的多。就这么不喜欢自己这份工作吗？非要挑事情吗？我已经跟你讲了，你待在家里，你打电任何电话、任何投诉、任何的都是你对的，这是你的权益，没有关系的。但是你不应该违反防疫规定跑到外面来，而且还挑唆人家跑到家里来，啊？谁上身上有病毒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身上有病毒，这病毒就不会传染了，都是你们这帮人，啊，都是阴性，下来啊，没事情的，是吧？物资在居委会不啦？居委会工作人员拿这个东西藏在里面，不给你是不啦？是有这样的事情不啦？这搞笑嘞，人呀，一个个人没读过书一样的。已经在帮大家协调了，问人家其他居委先匀过来，但是因为不够数，不够数东西过来又会发生哄抢，哎呀，有这个有了，这个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要等物资充沛了以后才能统一进行发放。叫你来做志愿者，志愿怎么不做？装着吃饭还逼逼。你看啊，办案队的来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也转过去啊。现在等会这两段视频全部保留好了啊，作为执法依据。哎，我们都上抖音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现在什么信息时代，抖音都上了。喂，那个叫什么，这样子，在群里面他是组织其他人，叫什么煽动他人到居委会去聚集，还有一个男的也在进来了，诉求是这样子的，对，要求物资，但是这个物资呢，我们刚才居委已经就那个居委干部已经跟他解释过了，这个物资是街道统一调配的，这个不是他们居委会能决定得了的啊。签收要签收，您这个没有签收，您时间知道了，你这个拿出来的话要出问题了，变成他们在倒卖，倒卖违法，倒卖违法的要抓进去的，公保物资倒卖要违法，我们有二维码的，那怎么这点概念都没有？辛苦了啊！那辛苦。不是，我就觉得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。真的，这把大家在家等吃的不是好。上次那个联系过你的，我啊啊，听得见吗？凤凰城里面我有同事。就是那个事情是吧？就是我这个联系啊，对，凤凰城上面。对啊对。后来什么呢？第二天带他去报警去。40几万，现在好的，警察不到。最近我跟你讲，大家现在家里呢是有这个问题。对，他是前面的时间，所以的东西不是不一样的。现在差不多42万，小姑娘太年轻了，我的。好了，书记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事情搞大了，那个。我知道。
我知道东西不一样，不要紧，但他们为什么呢？你讲话不听，你好讲他不听。我知道这样是视觉都知道了。我知道是不一样，但是什么就是说他们，你们说价钱差不多。视觉通报来，警航队正好从我们上空飞过，是吧？这个紫色飞机飞过，正好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视觉通报分局通报到我这边，打我电话了。对，前面是我说我已经在现场了。好巧不巧，人员去，正好人员去，好了。等下啊。啊，正好抓点，然后就正好抓点。来，请出示一下你的那个核酸报告。核酸报告。好了。我问你个报告。盖进去的方案。辛苦了啊，先生。发给我。这我得吃饱饭了。好了。回去啊，我还要回去。我再让大车叫开来去。看我们自己的。